水无色啊。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会当看到咱石门山的内涵，一贯的文化。所以啊，后代就会寄望，真正希望因会当来承担咱潮流的这个职责，将来发扬光大，使咱真正的文化会当来继承着咱师尊师父伊所传下来的心法。所以咱啊，借这个表演，可能会当给咱真大的启示，因为咱有当时啊，往往拢啊忽略啊。囡仔好亲像伊，啥物拢唔捌，但是你甲教啥，啊伊就学啥，吼、哦，这是咱许啊真深的一个心得。比如讲，等下咱大哥的一个孙啊，吼、哦，伊还未四岁，啊，结果咱许啊特摆转去的时阵吼，咱就讲日红，啊你无问阿姐，伊拢不爱插伊。结果咱转去的时阵改变一个方法，日红你好，甲惊你，结果伊讲。这公你好，所以咱必须要爱入去标杆，啊，若无后一代咱什么款的赢，伊就对咱安怎做？所以必须要真正坚信咱的行为，所以由读经，由经的内涵来带动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今仔伊所传承落来道的文化。所以咱对吧？啊，卖讲较济，咱先来看伊表演，因咱就来请大家。啊！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咱各位的朋友。